5月23号7时45分开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。下午，东部战区持续为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对海突击、防空反潜、模拟打击等科目训练，检验战区部队多域协同、联合打击等实战能力。中国台湾937线，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，我在此执行战备警巡任务，你无权干涉。台独分裂是对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，你们不要为台独卖命，以武拒统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如果你们执迷不悟，甚至干扰我行动，我将采取惩戒措施，坚决维护台海安全。937线是否明白？在台岛南部海空域，驱护舰编队和反潜巡逻机组网建练，舰载反潜直升机同步升空，各舰机密切配合，综合运用布放拖曳声呐、投放浮标等方式，对敌潜艇可能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清扫，并依令对水下目标进行模拟攻击。23号。东部战区空军出动数十架次战机，成体系实施环台岛战巡、绕外岛巡航。抵达任务空域后，各型战机依托联合情报支撑，灵活采取各类战术动作，抵近台岛周边战巡。在陆军和火箭军的支援掩护下，多机型编组挂载实弹，飞赴预定空域，建立多个打击阵位。协同驱护舰、导弹、快艇模拟打击敌高价值军事目标和侦巡舰机。